中国画，简称国画，是中国传统绘画形式。中国画以线墨为主，讲究笔法，追求笔劲墨妙的艺术效果。在色彩上，以墨为主，讲究随类赋彩。同时，中国画讲究气韵，追求意境，以形写神，形神兼备。自古以来，以中秋节为题材的中国画作品层出不穷，一幅幅杰出的绘画作品描绘了中秋团圆、举杯赏月、共度良宵的美好景象，更表达了人们思念故乡、期盼丰收的美好愿望。如今，中秋节已成为中国重要的传统节日之一，人们在赏月观花的同时，赏析古人的名家名作，亦给节日增添了浓厚的文化氛围。国画里的中秋主题作品也将以其精湛的绘画技巧和表现广为流传，经久不衰。